大家好 ，test test test， 哎，我是铁花村村长，今天很冷哈，这是入冬以来我感觉是最冷的一天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也特别安排，本来是龙哥了，然后也叫老外，龙哥也叫老外，然后一个小老外，然后他上半场，老外呢他本身是公务员，比我们纳税人的钱，然后下午就翘班出来了。OK， 那个我的达爱老师呢，今天跟他配合，达爱老师都叫他全方位，什么都会，是，这恐怖分子，所以全方位他是什么乐器都会，而且今天又是他主唱。下半场呢是我们的铁花特调，铁花特调要，每一次表演都不一定是一样的人，这个最重要。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很即兴的，也都是我们台东的一些音乐人，而且音乐底子也都很深厚。今天也很难得，马彩乐团的吉他手今天又来，待会呢可以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他的那个他的风采。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？他的主吉他手？没关系，在上面站起来，你去随便猜一猜那个最像就对了。那一样是两个小时，这2011年的第五天也还是向各位拜年了。再过几天，在这个月，就是龙一年，在此祝各位新年快乐，龙年发大财，一切平安。最后呢，希望说在演出当中不要用闪光灯，不要电话用到静音，谢谢各位。那最后呢，我请代表台湾基金会及交通观光局及铁花村所有人员，感谢各位。那现在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老外。今天又当他的女朋友，我把他又告白一次。你是我的永远，我帮你讲了。